啊，那就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这样啊。OK， 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然后可以来站台宇宙人。那我觉得以前我不知道这个团，我曾经在一个大型的表演场地，就是大型的二啦，先逛起来哈，这么容易有挫折感这样。然后就在后台，其实我就听到他们的音乐，听他们的唱，然后他们的音乐，整个团的这个默契，我突然间耳朵就耳朵湿了，出油，就觉得这团没办法，真的，宇宙人们可以说这样说吗？宇宙人们可以，谢谢。加油啦！未来台湾的音乐是你们的。Yeah！ 感觉有点像选举场啊。选举场就这样，你给我醒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没有歌了，我们就靠小虎姐撑到最后。我们终于见识到 Pop 女王的实力了。其实这次因为我们要去那个 TICC 的，算是去 TICC 的前哨站嘛，能够邀请到小虎姐这个演唱会女王来帮我们加持，我觉得叫我天后，不太后。糟糕，我还有学的东西。不是呀，看他讲太后，他就想到胸部太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演唱会还有没有要唱下去？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不是。哎，音乐人的这个哎，音乐会怎么把它搞成？音乐人比较热情啊，想到什么就表达出来。对啊，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。对。你要开始吗？可以啊，哎，你走啊，你。我要唱。你从不知道，我想做你不真实的朋友，还想有那。
要亲太后的话。